大家好，我是奥斯丁。今天我们要来开箱一星空气清净机。我们建议在硬表面拆除包装，滤网包装中的碳粉可能弄脏地毯。首先将一星空气清净机从箱子中取出，接下来将前护盖从机器上卸下来。一星空气清净机有三种滤网，前置滤网、HEPA 滤网以及活性炭气味滤网。将滤网拿出来，并将每个滤网从塑胶袋里拿出来，然后将滤网重新安装回机器上。首先是活性炭气味滤网，这片滤网有一个斜角要与机器内的角度吻合。接下来是 HEPA 滤网，务必确认锁上这片滤网的安全锁，确认前置滤网有没有固定在 HEPA 滤网上。如果没有，将前置滤网的四个角都固定在 HEPA 滤网上。重新装回前护盖时，将前护盖对准面板后，让它轻轻扣到正确位置，前护盖底部的磁铁会自动贴合。现在你可以将一星空气清净机放到要使用的房间，靠近插座，远离暖气及走动频繁的地方，保持清净机的上方净空，让空气顺畅流通。最后将电线插到机器后方，另一端插入插座。当面板灯号亮起，就代表电源已开启。现在你能从呼吸开始，全心保护你最爱的家人。